他不由于高中那会儿的成绩，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多少？比上周快0.4。是不是我不听话，过度训练了？你这个腿要是不康复的话，可能是永久性的。万一让领队知道我受伤了，我明年怎么晋升呢？喂喂喂，请你垫我。啊？之前我游泳不是变快了吗？其实，不是因为你的垫，是因为你，你待在我身边，我的动力就多一点。现在有人举报你服用兴奋剂来抵抗伤病疼痛，我随时可以接受检查。妈，哎呦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慢呀？急死我了！老麦，快来！哎，领导怎么说啊？啊，没事儿，就问了我一些基础问题。哦，没拿你的膝盖说事儿吧？我膝盖不早就好了吗？他们还不能让优秀的运动员有个伤病吗？哎，那你们领导打算接下来怎么办啊？什么怎么办呀？该怎么办怎么办？我儿子又没问题。再说了，大不了做个药检，不就什么都清楚了？妈，你这思路跟蔡局真的是一模一样，不当领导太可惜了吧？切，你少油嘴滑舌的，我当好你跟你爸的领导就行了。走，开车，咱们带儿子吃点好的去。我饭就先不吃了，我得赶紧回学校，微微在等我呢，拜拜。哎呀，儿大无中留啊。想不想我？一点都不想。好了，对不起妈，之前没回你信息是因为我去省队办点事儿，别生气了好不好？嗯。省队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什么，就有点小事儿。小事儿？那你不回我信息，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？怎么可能？别生气了，开心一点。我答应你，以后消息我一定秒回，就算做梦梦到一半我也秒回。花言巧语。好了，带你吃好吃的，给你最爱喝的奶茶。嗯，走。丁一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跟大家说我们的事儿啊？啊？啊什么？好好吃饭说这个嘛，搞得跟明星要官宣似的，多不好意思啊！我听省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直接说不就行了吗？还是说你觉得跟我在一起很丢脸？不是。什么很丢脸？哎，冲哥你回来了。嗯。哎，我听省队同学说你没事吧？我吃饱了。啊？你们又怎么了？一时半会儿我也说不清楚，你先去追，我以后再跟你说。什么事儿？啊，没什么事儿，就之前有人写举报信，说我选拔赛用了兴奋剂。举报？这么严重的事情，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啊？这不是想丁一他们在的时候一起说吗？放心吧，做个药检证明一下不就行了？真那么简单？谁啊？哎，垃圾短信。好了，别皱着眉头，赶紧吃饭吧。那你要见我陪你去。嗯。薇薇，我们一会儿药检完去滑冰场玩吧。好。那滑完冰，咱们去吃海鲜。你想吃虾还是蟹？都行。那晚上咱们去看电影吧。看电影就算了吧，我怕我又睡懵过去。哦。笑什么呀？我就想到了上次我们和彭湃一起看电影，你睡着了。你说的这事儿我想起来了，
我还没问你呢，你上次是故意来捣乱的吧？当然是故意的啦，难道看着我未来女朋友和别的男人一起看电影，像不像话？好吧。还有别人呢？没事。好了，我去上个厕所啊。轮到你了吧？哦，薇薇。嗯。今天不测了。为什么呀？那个省队领导刚才打电话跟我说，换个医院再要检。这么突然？我们等通知吧，没事。哦，那我们现在去哪？咱们先出去。薇薇，你为什么突然把我带到你家来啊？你爸妈不在家？我刚才问你要去哪儿，你也不说。我看你在想事情，也没好打扰你。正好爸妈不在家，我就把你带来了。你这意思，咱们俩进度是不是有点快啊？你想什么呢你？我就是要看你去省队了，没办法好好吃饭。才想说给你做顿饭的。这边的书你随便看，你先坐一会儿，我去给你做饭啊。好。不想视频公开，就不要去做药检。看不出来啊，美薇薇，你做菜还是有一手的。我的手艺可是深得我爸真传，尝尝看，好吃吗？嗯，太好吃了。真的？嗯。那你多吃一点。嗯。我一定把它全吃完。真的？嗯。那你等等。这个也都是你的，这么多菜啊！嗯，我想着你们运动员胃口应该会比较大，所以做的比较多，这些都是你的，尝尝。好，这个更好吃，这比这个还好吃。真的吗？那你再等等，我再给你个惊喜。这些菜我能打包吗？打包？啊，太好吃了，有点舍不得吃。你要喜欢，下次再给你做。这些现在都是你的，趁热吃比较好吃。快吃，我看着你吃。好。好吃。真的？那你都吃完，都是你的。好。我妈还说女人都是水做的，明明就是盐水做的。
算了，看来我还是得好好学学做饭，不然我们俩迟早得饿死。以前我一不小心电到别人，他们就会对我产生好感，然后引来各种误会。但是大家都觉得我是故意勾引男同学，总是对我指指点点。后来我就转学了，才认识了李黛西。所以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别人知道我的秘密，你能明白吗？还给我！哎，还给我！让我看看你在哪儿。怎么这么奇怪啊？你怎么自己一个人拍毕业照？我转学了之后就不太敢跟大家待在一块儿了，所以毕业照是我自己照的。因为店，你受了不少苦吧？以前是会觉得挺困扰的。但现在觉得还好，那我这不是因为店遇到你了吗？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知道我以后要对你更好一点。哎，对了，嗯，药检怎么突然通知换医院了？他没有通知接下来要去哪家医院做药检吗？嗯，暂时还没有，不过。他们只是想找一个能测更多项目的地方，所以别瞎担心。嗯。嗯。要吃蛋糕吗？冰箱里还有，去给你切一块。嗯。黛西，房间。我不吃，你走吧。黛西，咱俩说会儿话再走呗。哎，丁一同学，咱俩什么关系啊？有什么好说的吗？你是我女朋友啊，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好说的吗？那好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不肯怪我们之间的关系？是我李黛西人长得不美不够飒丢你脸了吗？不是，绝对没有。那你外面有狗了？我怎么可能有别的狗啊？我也得有本事啊！我只有你。给我注意！你这只女朋友。那好，你最好能给我一个不公开的理由，我们就继续交往。我就是觉得。我就是觉得我配不上你。你看冲哥。永堆骄傲，慧慧养生大师，夏瑞绝世好男人，只有我定义，干啥啥不行，吃饭第一名，永堆垫底，游戏菜鸡，你怎么可能看上我？你就因为这个？这还不够吗？可我怎么觉得能吃挺好的呀？我也喜欢吃啊，游泳垫底我也不是第一天知道了，我不在乎，游得慢还不容易受伤呢。游戏菜鸡嘛，你肯定是，但你愿意陪我玩，我觉得你特别好。黛西，真是眼神不太好。喂，我好不容易憋出点词儿夸你，你就这么说我？吃螃蟹吧。你吧。你也尝一下，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
后来在游乐场上看了他一眼，就突然来电了。来电？嗯。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？回来也不说一声。怎么样啊？检查顺利吗？什么时候出结果呀？啊，得一阵呢，没那么快。也是。哎，微微呢？你们后来去哪玩了？你说你这孩子也不带人家来家里吃个饭，这都两个多月没见他了。你别说，我还真挺想他的呢。妈，我累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要睡觉了。那你吃完再睡啊。匿名举报我的人是你吧？你的目的是泼我脏水，请不要伤害梅微微。老师，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吗？哎，妈妈妈你好，请问麦思忠在家吗？啊，他在呢。我打了好几通电话给他，他都没接。麦思忠没去接受检查，有可能会被学校开除。啊？你说什么？哎，听说了吗？冲哥怎么了？我省队的哥们跟我说，冲哥想进省队这事悬了，说是被人举报选拔赛作弊，名次是水来的。啥？这种小道消息你没信啊？冲哥平时在队里面训练什么水平，你们自己不知道吗？他用得着作弊吗？话是这么说，但是我那哥们说，冲哥去做药检那天无故缺席，现在人家省队直接就认定冲哥就是做贼心虚了。什么呀？瞎说的吧？真的呀，省队里的人都在传冲哥要被除名了。不可能，冲哥是被污蔑的。日哥，你听到没有？你告诉他们是不是冲哥被污蔑的？我觉得这种消息不能信，你们也别瞎扯了啊。就是，别瞎说了。麦思冲还没回你微信啊？我总觉得他最近怪怪的。冲哥今天没来训练，大家都在传他是不是作弊了，还有人说他没去药检，我打的电话也不接，估计是出什么事儿了。但这事儿你就先别跟梅微微说了，我感觉冲哥现在也是一团乱。怎么？没怎么，就是学校现在都在乱传麦思冲的事儿，你也别太多想了。学校已经开始传他的事了。微微，你和麦思聪去做药检的时候，他说临时换医院了。啊，怎么了吗？啊，没怎么。要我说啊，肯定是有人看麦思聪眼红。不过丁一说麦思聪肯定不会有事，你也别太担心了。嗯，吃我这个包子。佩佩老师昨天晚上电话打我这儿了，你去医院了吗？去了。检查呢？没做。麦思冲，你知道你自己现在什么处境吗？省队怀疑你作弊，这是小事儿吗？妈，我有自己的理由，能不能别问了？你看这孩子。哎，儿子，之前呢，爸爸妈妈是因为放心你，所以才没把药检当回事儿。但是今天你们教练说你就没有去做检查，那我们就不明白了。儿子，今天爸爸很认真地在问你啊，
你是不是吃了什么？怎么可能？那你为什么不去做药检？你要是真吃了药，你别瞒着我们，你别骗人，做错事有什么呀？大不了从头再来嘛。游泳一直都是我的梦想，我怎么可能拿这种事开玩笑？但没做药检的原因。现在没办法解释，反正我自己问心无愧，其他的没什么好说的。四龙啊，刚才妈妈呢是有些太激动了啊，她口不择言，你别介意啊。是，我们呢都很相信你，可是光我们相信没有用啊，要省队相信才行啊。现在教练说了，这件事情很严重的，弄不好要被记大过，甚至被开除的，你知道吧？反正你们相信我没作弊就行了。我吃饱了，我先走了。志成，杨哥，你咖啡。对了，广派，麦思冲有事解决了吗？麦思冲？他什么事儿啊？前天我在活动上碰见蔡局，他告诉我有人举报麦思冲在选拔赛上服药作弊，你不知道？麦思冲本来答应队里这周三就要去做药检，结果无故爽约了。这应该不太可能吧？我是不相信麦思冲会干出这样的事儿。这小子呀，应该就犟脾气来了。你是他学长，可要好好劝劝他。行，等我回去问问他。行。先去忙吧。哎，哎，彭冠，前台有人找你。